下面我们为大家示范一下实验型鸦片机是如何操作的。首先演示的是装模具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上下模是不一样的。长的是下模，长的是下模，这根长斗要装在下面。好，我们来装中间的模具，卡口要朝外，卡槽要朝外。用六角把卡块固定好，下面我们来装上冲模，上冲模比下冲模要偏短一些，二者不能搞混掉，否则容易损坏模具。好，下面装好后我们手工转一下凸轮，看看上下冲模是否吻合的较好，然后再进料通电进行实验。原料最好是颗粒状，
加好料后开设备进行压面。没料了。最下端的滑块松一下，往上调，表示进料越来越多，对，压出来的片径会越厚。但如果调的过多，也会造成死机。调到合适的过程，再用六角紧好。这时候机器死机，机器死机的情况下，然后点这个反转点动，让模具退出来。对。好，我们再示范一次，死机的情况下，点这边的反转点动，反转点动，让模具退回来。然后再调节下端的滑轮往下调，使进料变少。好，做完试验后模具要拆下来，首先断电。拔掉电源，然后将模具拆下，将模具拆下，擦拭干净，用纸包裹好，放回原处。再将模块装回去。
这个样品拿下来清洗什么的呀？好，将鞋状进料斗拆下清洗。待料斗清洗好后再装回去。将工作区域擦拭干净。然后将鞋状料斗再装回去备用。试验过程到此结束，感谢您选用我公司设备。No, when the input temperature is below 50, we will close the fan.And the electric power. So, wait about a few minutes. When the glass part is not so hot, we will take the glass part out.
先卸完再洗。Okay, that's all. Thanks very much for buying our machine. Thanks.